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知道，瞄了3次10环，一次比一次紧张，一次比一次手抖。前3枪射击频率稳定，往后就有点犹豫，手也开始发抖，心里有杂念了吧？是。红飞，到。 不是说验过了吗？孟老师，我真的验过了。你只验过了枪夹，没有验枪膛。多亏我及时发觉，不然一会儿收枪的时候，万一走火伤了人，你可怎么收拾？我们警察用枪，关系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必须严格按照用枪要求来做。总结下来的这些用枪要求，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你们要熟悉枪，爱枪，与枪融为一体。在实战中，枪就是你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右手掂一掂就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就算。 我们把枪给摸透，你问问。到。举枪动作有7个要点。关于双手握力是怎么说的呀？左手3分，右手7分，前退后拉。理论知识背得不错的，怎么到实践就掉链子了？太紧张了，后坐力太大。 为什么会这样？感觉不对。感觉不对。为什么不对？缺练。你们3个，出枪、举枪连贯动作，原地做100个。是。是。报告。讲。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如果我打中10环，就别罚我们了。3个人，可是3个10环哦。是。开始吧。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差一点儿，有可能是生死的差距。实战中，射击的环境有可能要比这儿复杂和混乱100倍。你们要做到，无论在任何特殊的环境下，随时保持稳定的心态，既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要做到准确瞄准。 目标射击，你们需要练的还多得去。孟老师，您能给我们做次示范吗？ 190。好。你说人从这楼梯上滚下去，摔死的几率大吗？ 如果后脑受到严重撞击的话，会导致颅内出血，人在30秒之内就可以导致死亡。可是这3万块钱明显看着就像是意外啊！先不要这么早的下定论，至少钱袋还在，可以判定不是谋财害命。死者全身有多处擦碰伤，应该是从楼梯滚落所致的。痕迹上确实有血迹反应。 没错，但是一个成年人，他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从上面滚落下来，竟然没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很奇怪啊。对，正常有行为能力的人，就算是失足，也会有自我保护意识的。死者脑后的伤痕应该是致命伤，显然他经受了严重的撞击，伤口很长。你们有没有想过，除了意外失足跌落之外？ 会不会是被别人推下去？你是说这可能不是意外，是蓄意谋杀？死者死前没有饮酒，也没有服食任何致幻性药物的迹象。我从他的身上 发现了一张戏票，重要证物。广明阁、儒雅平画，时间还是昨天晚上的。也就是说，死者死前去听戏了。原本推测死者应该是个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收入还可以的生意人，就好像是捞偏门的。没想到 他有兴致去听评话，他是不是真的去听戏了？现在还不好说。什么意思？我从这张戏票上检测到了少量的甲基丙苯胺。嗯，你不是说他没吸过毒吗？是，死者本身并没有吸毒，但是从他的手指跟这张戏票上都有甲基苯丙胺的成分。那就是说，死者生前接触过毒品。 看来这个广宁阁是死者生前去的最后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好好查一查。但是死者的身份，死者叫程宝，39岁，小学文化水平，之前就犯过事儿，这次也算是个二进宫，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这2年却突然发家。初步推算，和毒品有关。你刚还真去查案了？这小子有案底，身份信息一查就什么都出来了。 我要去听戏了，有谁去吗？我去。不过呀，我真的是不能说。现在关注这种传统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哈。嗯哼。你干嘛去啊？别管他，他不一直都这样吗？感觉你现在已经越来越认同他的一言一行。我是了解他的套路了。小生徐耀才这厢有礼了。这今日外面阴雨连绵，这来的观众有些稀松寂寥啊。不过作为我们这些说书的，甭管外面刮风下雨还是天崩地裂，但凡下面坐着一位观众，我们都得倒点开书。对于我个人来说，下面坐满了。 我得说，下面就坐着您一位，我也得说，各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您捧我，就是我继续下去的最大勇气。先给大家鞠躬了。大家都好帅呀！这大帐外。 两位膀大腰圆的军校，想不到现在这种传统艺术也需要靠小鲜肉来撑起来。本来就是，这一个人呐，要是没有这个许妙才，根本拿不住。我估计来的人更难上了。帐内，吕布一回手不容易啊，左手拉着玄德，右手拉着纪灵。有帐不会是来这真挺气的吧？二位，随我来。来到帐外。 这两个人是身穿小兔，是砰砰直跳。纪灵将军，哎，我吕布不单要剑中画戟，那是道具，相隔150步，我要射中戟头旁边那个小痣为数。这番话听着纪灵是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只见吕布钉子步往这儿一站，是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银孩，是扯开了弓箭，弓开如满月，噌，唰，凋零剑离弦而去。徐冠哪里去了？金铁相击之声十分远。刚才明明是想用扇子表演射箭的，拿起来又放下了。大帐外一片。 掌声！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有点没看懂呢？啊？ 壮壮抓到的那个人是个毒贩，外号叫壳子。这个人一进入剧场，我就关注到他了，因为别人来看戏的话，即便是找自己的座位，也还是会看一眼台上的表演。但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台上一眼，反而是紧紧盯着自己的票根，生怕坐错了位置。那你的意思是，他不是来看戏的？不错，所以当剧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跟着那个人出去，反而会期待会不会还有别人出现，所以就暗中联系了守在场外的壮壮。然后，你就真的等了另一个。不错。左手拉着玄德，右手拉着纪灵，由帐中走出来。二位，随我来。来到帐外。 这两个人是身穿小兔，是砰砰跳。好，做得不错。那现在就可以证明，广宁阁这个剧场其实就是一个地下毒品的交易场所。 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了吧？可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这种交易模式，也并不知道广宁阁内部有没有内部人员知道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审一审。我们来继续。都是宝哥啊。哪个宝哥？全名叫什么？城堡。我问你，你是不是知道城堡出事儿了，才把问题推到他身上？他出什么事儿了？我猜他不是被抓就是被杀。看来你知道城堡会出事儿。像我们这种人，出事是早晚的事，不出事算走运。没想到你对形势认识还挺清楚嘛。所以嘛，既然已经这样了，我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你们的。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这样了，那你却给我们详细说说。就在1年前吧，宝哥说他找到一个特别适合散货的地方，安静高雅还安全，而且买卖双方不用直接见面就可以把生意做了，所以我们就改在广宁阁交易了。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广宁阁什么关系？那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干我们这行的，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你这是第几次去广宁阁进行毒品交易？第一次。你想清楚了再回答问题。3次，搭上这回是3次。哎，对，3次。那你是如何知道广宁阁有这种毒品交易的呢？3次，这回我说对了吧？坐下。快点，快点，快给我点，给我点，一点点就行。给我点病。 你最好别在这儿跟我装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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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点，走。既然审讯不能继续下去，那我们这堂课先暂时停止。想不到这毒瘾这么厉害，说发作就发作了。毒瘾发作后，自残、自虐、伤人的案件比比皆是。毒瘾会使一个人瞬间从天使变成魔鬼。啊，真的有这么可怕呀？等你们破了这个案子，你就知道了。下课。好，请问您是用餐还是喝咖啡？一杯曼特宁。我跟他一样。哎，您好，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们店的老板是不是许云涛？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来对调了。许云涛是谁呀？你真孤陋寡闻，许云涛你都不知道？他可一直是我偶像呢。对了，今天我偶像在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请问您二位还有什么需要吗？没了，谢谢。好，那我先给您二位上咖啡吧。您要的曼特宁咖啡，谢谢，请您慢用。谢谢。服务员，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吗？你这咖啡豆放了多久了？新鲜烘焙的豆子。你这根本不是曼特宁咖啡，叫你们老板来。这什么咖啡呀？ 把你们老板叫过来。不好意思，请二位稍等。文文，发现你最近是越来越会演戏了。你演的也很好啊。对了，你说一会儿这个粉丝见到偶像的人设能骗过他吗？这就要看你演的怎么样了。他是许妙才的爸爸，5年前因为涉毒被媒体曝光了，很快便宣布退出娱乐圈，还把自己一手经营的广明阁交给他儿子。但是因为当年他评话了得，还拍了多部影视剧，所以一时声名大噪。我说是他的忠实粉丝，可信度很高吧？小婷，你绝对可以演成一个脑残粉儿。2位小姐，你们好。您是这的老板吗？是，在下许云涛。听说2位对我们咖啡的口感不太满意。没有，我们特别满意。您尝尝这杯咖啡。 苏门答腊的曼特宁，深度烘焙，香味浓郁，香苦醇厚，略带一点酸味。这唯一的缺点呢，是这杯咖啡稍微放长了一会儿，温度有所下降，影响了我们健品的口感。2位小姐如果不满意，我给你们再换一杯。老板，您还真的是很懂咖啡啊。其实是这样的，我这位朋友是您的粉丝。 云涛老师，没想到您现在气质还这么好，您可以坐下和我们聊会儿吗？谢谢，我还有事情。其实我们是电视台的编导，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评话艺术家访谈的节目，想请您来参加。哈哈，你们电视台现在找嘉宾？ 还这么骗人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啊，不是娱乐圈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是什么明星。谁说的？您在我心里边可一点不普通呢，您就是最棒的。况且你现在还这么帅，这么有魅力。云涛老师，我们知道您的儿子许妙才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评话艺术家，其实。 我们是希望您能和儿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对不起，我说过了，我不会参加你们的节目。我儿子非常忙，他没有这个时间的。云涛老师，您不参加我们节目也没关系，不过可不可以满足粉丝的一个小小要求？可以。我想和你拍张照，快点！1、2、3。 好啦，云涛老师，你再帮我签个名吧。这个，谢谢老师。云涛老师，你们这个店装修的挺别致的，这些杯子也特别可爱。你能把你喝过的杯子送给我做纪念。这个，云涛老师，我知道这很冒昧，但是我这位朋友实在是太喜欢你了。对，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行吧，谢谢。不客气。2位慢坐，我去再给你们冲一杯纯正的曼特宁。谢谢云涛老师。 你们说这许云涛，现在他还吸毒？我看着不像啊，都快50岁的人了，看着跟40岁差不多，瘦瘦高高、风度翩翩的曹大叔。那个刘晓婷警官，请你注意一下你现在的身份啊。 怕啥呀？这不是他的菜。那也请2位警官注意一下场合，分清虚实，与本案无关的事情就不要在这里乱讲。我倒是觉得这个许云涛温和的有点刻意了。 或许是因为曾经吸毒的事情让他留下了人生污点，所以现在人前人后都想极力的完善自己。也是有这种可能。不过，当我提起他儿子的时候，我总感觉他有点刻意的回避。云涛老师，我们知道您的儿子许妙才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评画艺术家。其实。 我们是希望您能和儿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对不起，我不会参加你们的节目。我儿子非常忙，我们都很少见面的。你说这许云涛和一般家长的心态就是不一样啊！再怎么说，许妙才也是年轻有为吧，也走上他这条艺术之路。就算低调，不到处炫耀，也该自豪是吧？那你看我。 考上一个警察学院，我爸就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厉害啊，怎么地的，是不是？哎，我明白了，可能这个许妙才啊，他一开始对他父亲的态度就是不好。你们想啊，他父亲当年因为吸毒丑闻被爆出来了，他肯定觉得丢人啊，说不定啊，他还瞧不起他父亲。嗯，任何事情和关系都不能靠表面现象来做推断。老飞啊，你有什么看法？ 在没有更多的证据情况下，我先不发表意见。好，那你们继续查人，我呢，让物证来说话。网银阁的负责人一直都是许云涛先生啊。那他儿子许妙才不是这几年早就独挑大梁了？独挑大梁是不假，但是许云涛先生啊，交代过我们，许公子只负责演出，剧场里的管理啊、运营啊，一概帮他插手。 那是许云涛先生信不过他儿子。这个其实呀，我也不清楚。不过他父子俩的关系啊，挺奇怪的。表面上看啊，还真不那么回事。见面呢，大多是谁也不理谁啊，整天各忙各的。但是只要有许公子的演出，文涛先生啊就会悄悄的到后面看一会，偶尔也会在。 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的化妆间，给他儿子啊指点一二，基本上都是谈完业务就走人。哎，快点快点，后台还得有的东西要搬呢。那，经理，这个剧院的收入怎么样？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2年效益一直下滑，云涛先生。 支撑的也很辛苦，幸亏他的连锁咖啡馆啊，生意啊是一天比一天的红火。哎，轻点轻点行不行啊？让你们是搬道具，不是毁东西。你还，哎呀，轻点，慢点，抬着，轻点。你给我快点儿，上来！我跟你说，这壳子的死，纯属意外，你别想再来敲诈我。少蒙我！壳子在找你之前就把你们之间的事情告诉我，现在他莫名其妙死了，这钱就得你出。不可能！我在受任何人的威胁。 有本事你就把我干掉，我还会回来的。我告诉你啊，跟着我干嘛？啊？有些事儿要跟你了解。李壮，你这样疼不疼啊？哎，曲老师，您怎么来了？最近我可是经常听到孟老师夸你们啊，破案进步了。曲老师，是真的经常夸我们吗？哎，纠正一下啊，可不是经常，偶尔一两次而已。曲老师，你可不要夸大事实啊。好。 孟老师啊，是怕你们骄傲自满，延缓了进步的脚步，不让总夸你们。不过呢，我今天的确是特意抽时间赶过来旁听和观摩你们几个人的模拟探案的。只不过刚一来，就看见我们李壮警官和嫌疑人大打出手，还英勇负伤。不好意思啊，薛老师，让您见笑了。我说壮壮啊，您以后能不能不要做这些无谓的牺牲了？ 哎，那怎么叫无谓的牺牲呢？我们壮这叫英勇擒贼啊！擒什么敌呀？这叫破局。像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嘛，没机会再找机会不就行了吗？何必非要这么硬碰硬呢？好了，那就让我们重新回到案件中，再去找机会。 姓名：胡品业，年龄：26岁，职业：拳击手。这个人啊，他叫胡品业，原来呢是一个专业的拳击手，后来因为吸毒被禁赛。可是他在交易买卖毒品的过程中，偶然认识了城堡。这个城堡啊，本来打算安排他去参加地下黑拳。 可是这个胡炳业害怕自己会没命花这个钱，所以他就要求城堡先给自己3万块钱定金。据胡炳业交代，在城堡死的那天晚上，还在电话里约胡炳业到他家取钱。一开始胡炳业并不相信，但城堡告诉他晚上会去广陵阁听评话，听完戏后老板还会给他一笔钱。就在案发当天，他在城堡家楼下足足守了1个晚上，后来才知道城堡已经死了。 所以呢，他又找了几个毒虫去广宁阁那边了解情况，推断城堡的死跟广宁阁的老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在找许云涛进行敲诈。你是说许云涛杀害了城堡？这种可能性很大。检验结果出来了，快说。 在之前的城堡的死亡现场发现的装钱的牛皮纸袋子上，总共发现了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城堡本人的，另一个就是许云涛的。太好了，这样看来我们就对了。飘雪的冬天不一定冷，看不见的伤最深。沉默不吭声，紧握着自尊，自己的苦自己忍。谁是我今生最亮的灯？ 刻在心深处的指纹，让孤独旅程充满了兴奋，先苦后甜才完整。我的心是最透明的门，有太多天真，太多的愚蠢。 粉身碎骨也绝不眼疼，因为我是男人。走了多少年，早习惯孤单，沿着那条寂寞的。 勇往直前，我的心是最透明的门，有太多天真，太多的愚。